快点，好冷啊！哈哈哈哈，露露你，你醒了吗？我去，今天的山上被雾蒙蒙的，一片都笼罩着。现在咱们等太阳出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现在呢，我在新疆若羌。我在这个附近的这个和田峪的矿山上，我现在在帐篷里面，大家听到没有？帐篷下雨了，然后呢，我在山上也没办法化妆，所以就是有点丑，大家将就看一下。然后今天下雨呢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仙境一样的。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，我感觉我是在若羌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过下雨了，到这里终于看到过一次下雨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雾海仙境，太漂亮了，就在云雾里面。哦，那边是晴的，你看若羌的方向啊，它始终会不会下雨？那边就是若羌的方向，若羌的方向永远都是天空那么蓝。小伙伴们，在海拔3-5千米的地方，帐篷这样，是什么感受？天哪，我感觉帐篷要被掀起来了。我盖了2层被子，看着可怜兮兮，太憔悴了，别人看了会心疼的。有人会心疼你吗？嗯，你看了不心疼吗？那我在视频里面问一下粉丝，有没有人会心疼你？如果有人心疼你的话，我就把你可怜兮兮的样子给删了。好不好？你不要照我行不行？照我干哈？那一会儿去照小狗去，不照你。小伙伴们听到这个声音没有？是什么感受？什么感觉？本来说是这一期视频可以，拍那个矿脉，结果现在雨大的没法去拍。咱们继续等待吧，继续等待。然后我继续在这里感受这个高海拔的风雨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咱们彼此陪伴。希望下一期视频能够拍到矿脉。